为女神郭媛媛为自家性感杂志举办见面会，被问到尺度，她竟然还自己要求加码。我想要一个，大面积看到肌肤的一个造型，所以真的裸上身的造型是我自己要求的，然后拍出来的也非常有质感。为了美，真的不惜付出一切，而她也大方开出择偶条件，除了是爱我、疼我、宠我之外，她还要能够接受我的专业，并且要看着成品说太美了。喜欢圆圆的男孩有听到吧？可以赶快笔记哦。好友梁以琛特地来助阵，却意外爆料啦。他私下呢非常大咧咧，因为我们一起工作在后台，然后他就会把那个整个裙子让人脱光，然后就整个裸体在我面前。这也太豪放了吧！不过宅男表示我们喜欢。